我们别追了，绝不！我还指望用这混蛋脑袋给您换下半年的酒钱呢。 稀罕物件，要不您瞧瞧。哼，就你这怂货，能有什么好货呀？瞧，喷子，还是连发的。八爷，这回又有什么好货？绝世宝贝。 哥的，你快来找我呀！不要，哥的！等着我，我会来找你的。美呀，这蠢货，赶紧处理掉，他会带来灭顶之灾的。 奇怪，这镇上的人都去哪儿了？这也真怪，日头没了，人也没了。爹，咱们去都督府看看什么情况吧。走。爹，走。
张都督，你是？在下巡捕房桑九。他是犬子小屋，我们刚回来就想来问问这天黑是咋回事啊。你说这天咋说要黑，要黑个没完，枉我自诩通晓古今，也没有办法找到其中的原因啊。都督，这怎么能怪您呢？只怪这天黑得太奇怪了，镇上的老百姓啊全都跑了。天就这么一直黑着，走到哪儿不一样。我这个都督当得有愧呀。要不要我把他们都找回来？要找，这无光之事的原因也要找。你找到了，你就是都督。去哪儿找？大漠。天有异象，必出英雄，咱们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。好你个龟儿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哪是咱能管得了的事儿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找到天黑的原因，我要弄个都督给你当，这个大英雄我当定了。你看，好多人！不能养活女人，女人不能诞育孩子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全得死，我们不能坐着等下去。前面就是八百里大漠，谁敢和我一起去闯一闯，寻找这丢失？好啊，人多就安全了。死了，请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沙中教。杀中将，杀中将，杀中将！伙计们，我是刀罗，好啊，来自虎峡镇。只要能找到无光之日的原因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我刀罗死而无憾。刀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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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罗！在下张宪，我是关西都督的儿子，我带来了炸药和大炮。老子才不管他是什么东西在作怪，敢让老子看不到这日头，老子就一炮把他炸上天。张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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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宪！我叫天成，我是下镇人，我是下镇唯一敢来这儿的人。让一让，记住我的名字，天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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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儿子。各位大英雄，我叫小吴，我们来自五柳镇，这是我爹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相聚在这里，都是为了找到这无光之日的原因，请大家记住啊，小吴。小吴，希望大家可以啊。儿子，you
回来。
小玉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你看他一看就能看出来唱秦腔的，对不老汉？来，我唱一个，你唱一个啊！别拿你的逗逼当才艺。你干什么？快说，你是谁？我说，诸位，不是为着无光之日来的吗？我有些话，或许你们特别想听吧。里外的一座地宫，地宫里面的人不死不灭，是因为陪葬品里面有一本天书，能吸收日月星辰的能量，提供给地宫。我是天书的守护者，我也靠天书的能量来滋养。苟且的活到现在。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天书不再供给地宫能量，反倒吞噬了日月光芒，这就是无光之日的缘由。天书出啥问题了？能修不？天书的玄妙，岂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参透的？若是能把它修好，就能。找回日头，给大家带来光明。这天书原来有这么神奇啊！看来找到天书就能找到日头。是这样的。唱秦腔的，这天书现在哪儿啊？对呀，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天书在什么地方。我从地宫出来，也在寻找天书。我说，这老鬼肯定知道天书在哪里，咱们只要盯紧了他，就一定能找到天书。对，来吧，我要找的人一定就在你们中间。先把老鬼关押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能接近他。你们怎么也来大漠了？是不是也是官府派的？我们才不听什么狗屁官府号令呢。铁佛、水娃、丫头，我们都聚在一起去寻找日头的。我们都是孤儿，但我们不怕危险。对啊，我们要寻找这无光之日的原因，我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死的时候觉得活得有意义。至于吗？有那么难喝吗？你跟我姥姥做的一个味儿。哎，让我尝尝。谁呀？水娃，快起来！爹，快过来，快来，快上车！他怎么在车上？别人都抢他，他让我救他，带着他会有杀身之祸。爹，带着他才能找到日头。铁佛，快！走啊，我们走吧。
轻点，忍忍。啊！好疼！忍着点。铁夫，你怎么了？我想吃肉。这马也挺可怜的，你要是把它杀了，咱们怎么走出去啊？水娃子，你要干啥去啊？铁婆要吃肉。这日子过下去，人都没法活了。没日头有没日头的活法。有酒有肉有美女的多好啊！啊！去你的！哟，这谁家的娃娃走丢了吧？我要肉。没断奶的娃娃吃什么肉啊？铁婆要吃肉，把肉给我。来，乖儿子，来娘这儿，娘，给你来吃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铁婆，给。嗯，哎，给，你正在长身体呢，多吃一口，好，拿着。老桑，吃。哎，香吧？香香香。水娃，给铁夫。来，唱锦江的，你也尝尝。我不吃人家吃过的东西。你不吃，我吃。给你。这绳子还能发光呢，我看看。你这就对了。看，有星星，大家快看。快快，真的里边天亮了，有星星。这是我的，不过这个绳结可以送给你，给，拿着，好好待着，会有用的。
会再见面的。爹，天亮的呀，你们怎么会在哪儿呢？都到这里来了。刚才天亮了一下，紧接着就黑了，黑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这是老天的暗示，我们离大功告成，不远了。抢回那个老鬼，让我们成为拯救天下的英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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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这是啥地方？应该是个集市，大家在这儿找找看，是否有吃的、喝的或者住的，然后在这儿歇歇脚，补充补充。好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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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兄弟们，四处看看。丫头，你们几个吃的记得拿给我，特别是肉丸子。快，好，去那边看看。哎，好，好嘞，好。前面那个地方，应该是个客栈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大家小心点儿。有人吗？店家出来一个。有人没有？有人吗？有吃的。看起来这阵子有点古怪，大家注意防范，先生火做饭。你也喝点啊。这边呢，来。这一看还不是个唱秦腔的。怎么就把我给丢了？你是疙瘩，你不记得我了？你叫我疙瘩还是你是疙瘩？亲，颜如玉。颜如玉，你是谁？干什么的？在下姓邱，行吧，关系做黑市买卖的。听过你，在这干什么？走不出去了，我也是来这儿找个人。谁呀？你来一个呀！来，给我们掌声一下！快点，快点！就是，来来来来，看，什么叫男人？这身上的肉，不管被他们拉了多少刀，照样结实。要说真男人，谁能比得过我？瞧好了，没有这点胆儿，敢闯这无光之日吗？
刺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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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刺！开，插上！你们干啥呢？我在屋里都闻到你们烤肉味了。这老三把自己的腿当羊腿烤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肉丸子？这狮子头，桑九的手艺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不是大户人家吃不到的。来，你们也尝尝。来，你也吃一个吧。嗯。不吃拉倒。你们这些臭男人，一个个瞎嘚瑟什么呢？瞅瞅，这才是真女人。别笑了。做梦了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说我把你弄丢了，可是我真的没见过你啊。傻瓜，告诉过你了，我是颜如玉。颜如玉？嗯。书里的颜如玻璃？护士啊，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些吃人的虫子。这啥东西啊？地下生物！地下生物，它跑地上来了！没有了太阳，他们就没有了天敌。救命啊！快！快关门！救我！救命啊！姥姥的，虫子都敢吃人了！他娘的，反正都是死，我死我也要做个快活鬼！你敢打我？你能不能消停点？再有邪念，老子把你脑花子给你崩出来！住手！爷们儿，说实话，那个老鬼到底是谁放走的？我呀。那你把他放哪儿了？他又不是个东西，放哪儿了我哪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他知道。他干啥？你谁啊？我是个生意人，经常在地宫里面拿东西去换钱。可自从在那座地宫见到他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敢去那座地宫里了。
为啥？因为进了地宫后就没人能活着。不仅这没日头的黑幕是因为那座地宫，那些吃人的虫子也是与地宫有关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姑娘？那老鬼到底在哪儿？他手里的那本天书关系到天黑没有太阳的秘密，说不出来我就杀了你。胡说。各位大英雄，各位大英雄，年少无知不懂事儿，这趟水啊我们是不趟了，我们都是小喽啰，这天书的事儿，天亮不亮的事儿，我们管不了啊。爹，他来干什么？来，你告诉我，不吓我爹，不欺负女人。儿子活命要紧。老三别怕，我们四个跟你一起，欺负你们就是欺负咱们。没错，你们冲啥来的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没错，我是他们的老大，有事冲我来，你们动他一个试试。你们还有没有是非？我们没有是非，只有朋友。别住手，儿子小心啊！我的儿子，疙瘩，快回来！你不回来，天怎么会亮呢？我是疙瘩吗？我去了，天真的会亮吗？会，会亮的。你醒了？我又做噩梦了。爹，爹，爹，我爹和四个朋友呢？走散了，他们都没事。不是在做梦？可我明明记得自己已经被割脖子了，还被捅了一刀，咋还能活过来呢？不可能。你不会死，我不许你死。天冷，喝点热乎的。老三，你儿子不会有事儿。我们刚逃出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叫颜如玉的姑娘带着他走了。没事就好。来，趁热喝了吧。哎。咋了？是不是刚才逃出来的时候留下伤了？谁有药啊？我还要。还有吗？我也要。对牛弹琴。我是男子汉，都得喜欢我。
好了？没事儿。丫头，你怎么也害羞了？有吗？尿床了。啊！去你的！我爹不在身边，咱俩只能喝个水饱了。你头发怎么了？最近精神不太好，长了几根白头发，等几日不见好，我便剪去。没有阳光，没有亮，人都跟瞎子一样，黑头发白头发又能怎么样呢？疙瘩。光之日一样，我看不懂，又猜不透。我们前世的约定了吗？希望这一世你再也不要丢下我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，好吗？爹，儿子，你身上的伤口咋都没了呢？我也奇怪呢，可能是老天爷还要留着我这条命，去当大英雄了。哎，爹，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能到哪儿就到哪儿吧。不去他们说的那个地宫，不去搞明白这个无光之日的原因吗？儿子。去地宫的话，太危险了。可我不怕危险啊。儿子，你得好好活着。他们看见我们跑什么？没看见他们没穿衣服吗？他们为什么不穿衣服啊？黑灯瞎火，穿衣服给谁看啊？
桑九，土爷，对呀，小屋，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哎，快快快，快进屋，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啊！铁佛，啊，这附近应该有座活火山，地热能抵御严寒，也能驱散虫子。如果无光之日继续的话，这个地方倒是一个避难的好地方。治标不治本呐、啊，时间太久，粮食吃光，大家还不是死路一条？所以根源还在地宫。你想学啊？老娘才不学呢！你给我画漂亮点啊，画不漂亮，老娘跟你没完啊！来，坐下。啊，女为悦己者容，不把自己收拾漂亮了，男人怎么会喜欢呢？我还要。嘿。来来来，玩吧，爸爸，就先吃这些吧，咱们粮食不多了，省着点吃啊。老桑，好看吗？水娃，水娃，没事吧？可他没事，你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上来。我爹呢？我爹呢？还在上面压着。爹，铁佛，帮我！好，来。爹，爹，爹，你爹已经死了。你别胡说！爹，好看呢。
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让你夸我好看，打扮了好久好久。老三，我还没有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你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爹，爹，你醒醒，爹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爹，你醒。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！你告诉我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！爹，爹！水还有吃的。谁还有吃的？你别动我提的东西。你还有吃的？他没有了，大家都没有了。水娃，你过来睡吧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没有用的东西，该撇的就撇了。带着走太慢，拖后腿。谁拖后腿？他活着的时候怎么不嫌他拖后腿？这一路上吃的喝的，哪一样不是他伺候你们的？狗娘养的！你骂谁呢？要不是看在桑家，就你这废物，我们能和你搭伴儿？苹果，放回去。铁夫，你们按住吧，我说几口给你们。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哎，水娃，你怎么样？各走各的路，以后我们不再保护你了。给你，我们走。道个歉啊，道个歉。走啊！说不好使啊！
东西可金贵，爹藏了一路，还不是为了你这个龟儿子。一句话都没给我留，我爹最看不惯我衣服又破洞，他这会儿该给我套补丁了。我爹特别能看，在五六镇当差的时候人缘特别好，我是为他的儿子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骄傲。张都督说了，谁能让这天亮了就能给谁当都督，我想我爹当都督。大儿头，小乖乖，没人要你了，我要你儿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人生最苦是离别，你虽不是他亲生，这份痛苦又能少多少呢？你能看到我的梦？无光之日，人起600里外的地方。哥的，妾颜如玉，怎么就把我给丢了？这个绳结可以送给你，好好带着，会有用的。你不知道，他知道。因为他就是地宫的。说说吧，这无光之日到底咋回事？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你非要管这事儿吗？你本是书里的疙瘩，因我贪慕情爱，在藏书阁将你幻化成人，本想一生一世相伴，却不想被皇帝发觉将你焚灭。我本欲救你，却被法师做法封入书中，
待你成为绳结，你我诀别时约定，千年后再次相聚，永远都不分开。好故事啊。还有呢？所以说造物弄人，九百年你再现人间来这大漠，我受到感应，所以来找你。无光之日跟我们有关？是，因为天数八百里沃野变成八百里戈壁大漠，冥王是想利用你修复控制天数，然后操控人间。你答应我，千万不要去地宫，不要去找冥王，去的人都不会活下来。大胆孽障，竟敢坏我大事！颜如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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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你这，啊！是想找到无光之日的原因吗？你来，你来找我呀。你把颜如玉弄哪儿去了？你回到了这里，天就会亮，天亮了自然能够见到它。天真的会亮吗？会，会很亮，阳光会特别刺眼，你都不敢看的。你来地宫找我吧，我会告诉你一切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上当了，地空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冥王骗我们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自相残杀。他要用我们的血肉来维持他的生命。我们都得死，他想要得到和掌控天数。这日头也会被他掌控。你跟我一起走吧。我不行了，就不连累你了。你去完成这件事，除掉冥王，找到天书，找到石头。
干啥？没见过这么可爱的老大。老大见多了，这么可爱的还是第一次见。你小子有长进。你们真的想好了要和我一起去地宫？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死的时候觉得活得有意义。对，我们要做真正的男子汉。我们要做大英雄。大家听我说，那个地宫应该就在这附近。这么多年虽说入口被风沙掩埋，但是位置是不会变的。你们看，藏行枪的，露出头来！像是个躯壳。Yeah!
不要！来吃我！为什么不吃我？来吃我！来吃我！为什么不吃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别忙了啊，快过来吃吧。来了来了，给你们加点菜，还有些牛肉没切，我过去切一下啊。来吃嘛，就是火锅让人多才有味儿。你得改口了，叫娘。叫我。叫，叫啊。娘。今天啊，是咱们家双喜临门的日子。迎新娘喽！如果不相见，是否无关键？刹那间，疙瘩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可是我知道你更在乎这有光的人间，好好的跟我们道个别吧，然后在这世上。到底是图什么？你这滴眼泪是为我流的，求
九百年没有白疼。如果不想见人生多熬煎，梦里面化身睡长眠，爱恨丝丝点点交错就串联成线，从窗门前还能认出你容颜，今生以后转身答应我不要再去地宫，因为即使杀死了冥王，你也要被天书收回，你还是留在这儿吧，这里有温暖和幻想。小吴兄弟，我们先走一步了。儿子，爹不求你能当什么大英雄，只求你一生平平安安的。天有异象，必出英雄。咱们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！好你个龟儿子，这哪是咱能管得了的事儿啊！天，这个大英雄我当定了。说过我们会见面的。不是你一步一步迎着我来的吗？你不来天怎么会亮呢？天真的会亮吗？只有这一个办法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没有人可以勉强你，必须是你心甘情愿地回到书中去。我回去了，天真的会亮？会的，太阳的光非常刺眼，连你也不敢看的。可惜了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就是为了达到你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我来这里。我一直以为天书的失灵是因为颜如玉，没有想到是因为你。你才是天书真正需要补上的那个残缺，你回到书中，天书才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。现在只要你自愿回到书里做回哥的，那一切就圆满了。没想到天书不是一本书啊。这才是万书之祖。你看这些歌单，它记载了多少悲欢离合，它又记载了多少喜怒哀乐。得到天书就能掌控乾坤，掌管众生万物。做梦别忘了你所欠下的笔笔血债。
须偿还。就凭你吗？当然。为了天下，你要回到书里，完成你的使命，这是不可逆转的。我知道，就跟死了一样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忘记，不再有知觉，不再有朋友，不再有情感。这一切都是你的命，你必须接受。我接受，唯独不能接受你。为什么？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思雨，死了那么多人，我是不是要为那些死去的人讨个说法呀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开枪！没见过这么可爱的老大！说好不动手的，你是心甘情愿的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啊！你疯了！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！不要，有话好好说。你看看我，你还没说我长得漂亮不漂亮呢。你疯了，你疯了，你疯了！不要过来！开门呐！开门！大人呐！哎，唱秦腔的，我唱一个，你唱一个好不好啊？与我无关，是他们，是他们自己找死的。别过来，不要！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！不要！我们都聚在一起，去寻找日头的。不，你不能杀死我，我死了你也活不成。你这滴眼泪是为我而流的。我是个大英雄吧。
最深处有本天书，记载着风雨来时路，欢笑与痛楚渐渐模糊，自由的在人间起舞。时间的礼物琳琅满目，最在乎真心的眷顾，若不曾碰触你的发肤，这一生算不算虚无？画不出你仙风道骨，重复，要把我认出。